因为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呢，人的身体呢，有的人的身体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。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，就赶快跟我说，好吧？咱们今天呢到元阳，很简单，行程就有一个到老虎嘴呢去看日出，也是两无所谓的了。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呢，去看咱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岩石。说到这个地点呢，到它到今天。有多少年时间啊？据资料记载下来啊，地铁的行程到今天啊，Oh, damn.